2018 LPL 夏季赛常规赛已经圆满收官。经过长达十周的激烈角逐，许多 LPL 的明星选手脱颖而出，再次刷新了我们对英雄联盟职业联赛的最新记忆，并带给我们无数精彩的赛场时刻。本赛季，我们革新了最佳阵容的评选流程，通过代表投票综合数据得分的形式，评选出了2018 LPL 夏季赛的常规赛最佳阵容。这15位选手的优秀表现不仅有数据作为佐证，更折服了每一位投票的代表，他们便是本赛季 LPL 的最强战力。 LPL 最佳阵容预测 IG 中也登榜上当，黑马老贼他当小名。评选方式，投票得分，共26位投票代表，包括中文解说、英文解说、赛事方代表和媒体代表，分别投出自己心目中的 LPL 第一阵容、第二阵容和第三阵容。其中第一阵容选票每票价值3分，第二阵容选票每票价值2分，第三阵容选票每票价值1分。投票分项加后，该得分将被修正为满分以1%的数值，便于和下属的数据得分相加，修正为1%的具体算法。投票得分3，投票总人数100，数据得分计算强战力算法得分。该数据是考虑到选手比赛贡献、同位置横向对比、战队胜率和 MVP 获取情况的综合得分，数值为100%。注意，只有出场数达到队伍总场数 40% 的选手才有资格参与评选。最终评分，投票得分10%修正后，加数据得分等于最终得分。2018 LPL 夏季赛第一阵容上单 JDD Zoom 16第一选票，8第二选票，1第三选票。投票分修正前后 65-83 数据得分 12 最终得分 62-83 等于145。打野 IG 0 16第一选票，6第二选票，1第三选票。投票分修正前后 61-78 数据得分 75 最终得分 75-78 等于153。中单 IG Rookie 23第一选票，2第二选票，1第三选票。投票分修正前后 74-95 数据得分 81 最终得分 95-81 等于176。下路 RW SMLZ 11第一选票，11第二选票，2第三选票。投票分修正前后 57-73 数据得分 64 最终得分 73-64 等于137。辅助 RNG 0 19第一选票，5第二选票，1第三选票。投票分修正前后 68-87 数据得分 19 最终得分87-69等于156。 2018 LPL 夏季赛第二阵容上单 SNG Shuttle 3第一选票，10第二选票，6第三选票。投票分修正前后 35-45 数据得分 70 最终得分 45-70 等于115。打野 RNG Kassen 3第一选票，5第二选票，5第三选票。投票分修正前后 24-31 数据得分 12 最终得分 31-62 等于93。中路 RW Doing 2第一选票，15第二选票，3第三选票。投票分修正前后 39-50 数据得分 78 最终得分 50-78 等于128。下路 RNG Uzi 11第一选票，5第二选票，二第三选票。投票分修正前后 45-58 数据得分 67 最终得分 58-67 等于125。辅助 EDG Nico 二第一选票，七第二选票，四第三选票。投票分修正前后 24-31 数据得分 11 最终得分 31-61 等于92。2018 LPL 夏季赛第三阵容上单 RNG Legend 2第一选票，5第二选票，8第三选票。投票分修正前后 24-31 数据得分 51 最终得分
31加51等于82，答案 S3GH4 可 3D1 选票 2D2 选票 8D3 选票投票分修正前后 21-27 数据得分64最终得分27加64等于91中路 RNG 超额 1D1 选票 4D2 选票 6D3 选票投票分修正前后17-22数据得分19最终得分22加69等于91下路 IG Jackie Love 4D1 选票 5D2 选票9D3 选票投票分修正前后31-40数据得分53最终得分40加53等于93辅助 IG Valorant 1D1 选票 5D2 选票7D3 选票投票分修正前后22-16数据得分63最终得分26加63等于89 2018年 LPL 夏季赛季后赛即将开启八强战队即将迎来巅峰对决谁能最终称霸夏季赛英雄联盟将与广大玩家共同关注英雄一起去超越